玄光明人，烧香拜神，鹰眼佐助就会少数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辣椒哥，兄弟们，今天游戏更新维护了半天，最后客服给出了巨额奖励啊，总价值大概值500金币啊，据说是我没算啊，咱们不说那么多了，赶紧上号更新啊，咱们进来把今天的日常说一下。今天啊，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什么东西呢？须佐啊，须佐鹰佐，不是说错了啊，须佐佐助，兄弟们啊，须佐佐助现在已经上架了商城当中啊，但是它还是隐藏状态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游戏界面是直接改版，过多的介绍就不再多说啊。今天最主要的日子是呢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除了鹰佐佐助，还有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有人已经答出来了啊，已经在弹幕上面刷到了，说哎，辣条哥，今天还有双排。你真聪明啊，老屌！你真聪明。除了双排，说实话，哎，我哥非常重要的，我来把这个东西等一下啊，读一下密码，密码一定要隐藏起来，千万不要暴露密码。大家都一样啊，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自我防范的意思啊。买15体就可以了，先买太多没啥用，买太多没啥用。然后的话，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日子，既不是虚佐，也不是双排。而是我们的134级，兄弟们，说那再多的都没有用，兄弟们，级别才是非常好的原因啊！来吧，哎，这就是今天我升级134级啊，现在是7月8号，我预估啊，兄弟们，这个月应该就135级了。当我135级之后啊，宝贝们，135级以后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，哥哥？意思就是说，直接吃个大螃蟹、对了，咱兜里有点小顺子，都给他干成8，能不能？我跟你说，七，哎呀，差一点。兄弟们，1088万，8000啊！你看后面还再来100多，应该就差不多。我扫到还装备试试看啊。哇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而且这个界面也更改了，看得更漂亮呀，超了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小尴尬，小尴尬，超过了给。啊，点真赞啊！不过没关系啊，今晚大家一起发，大家吃个大螃蟹。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个废话就不再多说了啊。这个坐等一下佐助出来啊。这次咱们这样子吧，兄弟们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东西啊，也是我看另外一个游戏啊，梦幻。我发现在梦幻这个游戏里面的是吧？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打装备，在这它里面有一个打装备这个环节，就是说梦幻里面一个顶级主播，他打造装备，哎，就是说谁他在谁都去他直播间给打造装备，对吧？就是谁出谁的钱打造装备，然后不出东西就算，就是如果出来好东西的话，哎，他会给别人奖励，比如说什么出无忌给有奖励啊，或者出永不磨损有奖励啊，或者出什么什么，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东西啊，兄弟，就是这样的东西啊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也挣的跟他差不多，兄弟，咱们整的也跟他类似一点。咱们这样子啊，我是这样的计划的，兄弟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也就出来之后会帮抽那么几个嘛，到时候反正就帮抽，然后帮抽的话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前10个人对吧？啊，有奖励，比如说第一个啊出这个。就是说你自己出卷子啊，兄弟，我给你举例子，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出卷子啊，第一个出整卡这个虚佐佐助的啊，就前10个出帮抽虚佐佐助的啊，你们自己存卷子，出来一个送你50块钱，哎，兄弟们，是吧？这样子，有人说这个我就想让你帮我抽，没事儿，我以前没发现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就很强，兄弟们，这个套路很脏，真的是的，他还奖你钱，你说，本来其实我在找我的人很多，但是。有了这个东西那就更多了，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，也是想到了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说黑色的啊，第二次才黑色的，好吧，兄弟们啊，就这点事儿啊，行吧，兄弟们，50块钱啊，以后咱出高照咱就50，不管是什么 S 还是 A， 行吧，兄弟们，不管 S 还是 A 咱都拿，然后别的话应该还没有这种类似的，我也是才发现，因为最近我也是听别人给我讲，后来我发现这个东西，我发现哎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意思。好吧，兄弟们啊，你们感觉 OK 不 OK？ 就我说这个，就比如说你自己准备卷子，我帮你抽，哎，抽出来的话，我奖你50块钱，没抽出来那就算了。抽出来的话，你的卷子，哎，你的卷子让我给抽了，你失去了游戏体验感，哎，我增加了游戏的乐趣啊，我奖励你50块钱，来吧啊 ，OK 就这样，兄弟们，拜拜。